交际融合的快乐是什么？没错，给对面清豆。但是咱玩呢，肯定要玩不一样的，带个触摸就够了。给大家展示一手身法技，来击。鲨鱼触摸不就才清两个豆，我这把给他清四个。快战欧内嘎西马斯，开局咱们别跟他对，先跑，开启一手冲浪模式，摇到了咱就掉头赶紧跑，原地变个球没事，他自己会撞上来的。嘿，学到了没？都是细节，触摸再打一下还剩两个豆，哎，没事儿，没连上掉头跑。好，敢投我直接秒踢。啊，你有熊猫没事儿，啊，咱也有，先不跟他打，我们两个都有霸气，先跑起来。嘿，跑不了了吧，我直接逃。嘿，都是细节，注意这波反向普攻掉头接原地打掉弹，哎，无敌针都在意料之中。他，啊，现在呢身上还有两个豆，没事儿，等会儿他就没了，咱们接上普攻起锤。别急，咱们先打爆伤害，他这里提升要好了。啊，你就看看这两个豆他是怎么没的吧。反向普攻拉出来，触摸弹先出一个反向普攻一跳，再见，来不及，我走。